戚薇回应与女儿 Lucky 一模一样，十二字扎心了，李承铉差点哭晕了。亲子类的节目无非是现在最受欢迎的节目了，最近大火的戚薇宝宝 Lucky 可是通过节目吸引了不少的姐姐粉，而 Lucky 的大胆和不怯场真的让小编觉得就是翻版的戚薇。在众多小明星中，就属戚薇的小 Lucky 活泼可爱特别的出众，小编真的是成为了他的粉丝。在网友纷纷夸赞小 Lucky 长得漂亮的特别像妈妈戚薇的时候，戚薇可能是膨胀了，机智的回怼网友，你们真的不觉得我比较美吗？不得不说戚薇真是不认输的人啊，并且调侃地说道已经没办法的事情了。爸爸已经哭晕在厕所里面了，不得不说因为 Lucky 和妈妈的容貌和状态太相似，很多人都太忽略了他的爸爸李承铉。就有网友调侃，谁叫你的老婆女儿都这么火，屈服在戚薇和女儿的身后就安静的做个老婆奴吧。不得不说的给七哥端上一碗醋真的太有趣了。